大家好，我是肉咖夫妻的白酒，今天我们要来吃甜甜圈卡拉鸡腿堡。因为前一阵子那个肯德基有出一个美式甜甜圈，中间夹一个卡拉鸡腿堡，那它是一个限时限地点每天限量的产品。那因为我很想要试试看，但是我都买不到这个东西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决定来买甜甜圈，台式的甜甜圈加台式的鸡排。噔，小时候我们都有吃过这种台式的菜市场卖的甜甜圈。那我们今天把这个加上鸡排，看看好不好吃。鸡排挑出来，它的做法就是把两颗甜甜圈中间夹一个卡拉鸡腿堡。网络上都说这个东西很好吃，然后也很限量，也造成大家的风靡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台式的甜甜圈加炸鸡排好不好吃。完成，就这么的简单。这样多少钱？在肯德基卖的那个是139元，就两个甜甜圈加一个卡拉鸡腿堡。那我们今天买这个甜甜圈，一个10元，买两个还送一个，然后这个鸡排55元，加起来等于说是75元，可以吃到相同的甜甜圈卡拉鸡。我们来咬看看，这么厚，有办法一口咬吗？好吃吗？相当的难咀嚼，因为这个甜甜圈很 Q， 就面粉很厚啊，要需要咬很久，然后肉也只咬一小块，再吃一口看。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的好吃啊。可能因为这不是美式甜甜圈跟卡拉鸡，这不是肯德基，这不是肯德基，这不是肯德基。那我们今天我们还买了其他的东西，我们还有这个酸菜包，台式的口味，酸菜包、炸鸡、甜甜圈，这都是我们小时候在吃的东西。我们来试试看，它那个什么酱料都没有，我们这个酸菜包还有菜。哦，整个食感都提升了。相当油啊！相当油，很不方便吃。甜甜圈、鸡排、酸菜包，台式的甜甜圈口味。好啦，就吃到这边。好啦，那我们的肯德基吃不成，我们吃台式的甜甜圈加炸鸡排。就到这边，吃到这里，成功！啊，因为现在是1月9号，1月11号要记得大家去投票哦，加油，谢谢，拜拜，耶、yeah。